你的问题，我擦好了。以前都是做手工在这做，现在还出来做。他的工作，通通都做吧。我有时候我忙，老板娘也会帮我洗碗啊，老板也是。没有分，没有分呐。一起，我就跟他说，我们就是一起打拼。好，啊，芹菜可以吗？好。 阿姨，谢谢你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这边有位置哦。我爸妈很辛苦，我就听到人家说来台湾比较好过，还可以上班赚钱，可以寄回去给爸爸妈妈一些，可以好过的。本来我在越南就一直上班，没有在家了。我在来台湾的时候，我老公说你那么辛苦了，我给你好过嘛，就是你不用担心钱。 我有三可以靠了，我不用，我不怕饿肚子，我也不怕去赚钱没钱。侯九三哈，谢谢。他完全说没本来。在金兆口中，这份可靠的幸福，随着两年前先生的脑动脉瘤破裂，在工地倒下之后，全都变了调。如今一家四口的生活重担。 全都压在今朝小小的肩膀上，因为他那时候开到四五四，要开了四五四，躺了一个多月，就全部钱财产都全部拿出来帮他治病。我自己花了十几万的自费啦，就是医生说要这个是自费的。来，这里，调味料。 红烧面，素食的。哎，那个，请进来了。好啊。哎，你们怎么今天来了？我们要来吃饭呢。我来是想念我的吗？想要看我吗？不是来看我。来看你呀。哎，认识今朝是2016年后，他先生因为在工作中脑动脉瘤破裂，然后就是昏倒。 发现说他那一次的医疗费用就花了他们所有的积蓄，他们的家里真的是陷入困境哈，房租已经都付不出来的，更不要谈说生活费用。除了帮忙补助房租，连这个素食小吃店的工作，也是志工胡美玲带着金兆上门应征来的。你好，外带吗？ 他有都不敢修哎，他都会叫我不要修，我每次我要修，他就哀哀笑了。他们修了，我就没了工作了，有赚到钱就很开心了。我每一次哈都会跟他说，老板娘，你不要休息，我是要钱，我要工作，我要是要钱，因为我要承担那个家，我要照顾这个家。 你给我一份工作，你不要休息。他儿子就跟他说要出国，他为了我，他没有出国。他儿子就跟我们开玩笑说：“妈妈，现在你是老板还是今朝是老板啊？”<笑>很感谢他们全家了，给我好好一份工作。每天都要拖地，因为我们店里比较爱干净了，擦桌子也要。 他们都会想着说，他们只要在那，所以以后年纪大的旁边啊，他都会赶快想着来帮忙。大大小小的我能做的，我都通通都做，因为他们年纪大了，我去哪里都不怕辛苦了，我只有怕家庭散开。现在赚钱就是要养家，因为现在孩子老公就靠我，我一定要认真在赚钱，要养这个家。 我老公非常喜欢吃豆腐，我就煎给他吃。每一天都这样煮，先煮好了还我还可以去上班，因为他在家煮也不太方便，我害怕他弄到身体还是手会受伤。炒青菜是我老公叫我的。啊？
我以前先来台湾不会炒青菜，不会煮饭。以前在越南的时候，都是上班赚钱给父母啊，都没有煮饭，连饭都不会煮。来台湾，我老公叫我煮饭、炒青菜，我都会用很稀的给他，他在家就拿起来就可以喝了。菜色简单却营养，饭后甜点也不能少。这是京兆每天到小吃店上班以前，都会帮先生准备好的爱妻午餐。老公，在这里啦，回来了，回来！我跟你说，那个我煮好了的东西给你了，老公，冰箱里面仙草茶，你最爱喝的。好了。啊，我用很稀。有，我看到冰块了。有，这里好大一个。我有看到。哎，你喜欢的。对啦。所以你现在很会煮，是因为他很会教啊。对，就是我老公的功劳。不然我有这么胖了。他以前刚是我教的啊。以前我比较瘦，对不对？你比较瘦，真的。太胖了啊！能教的老多。对，我知道。有些教不会。我知道，有些还会跑掉。我要很多。很多什么？很多跑掉的。然后呢？啊，就这样子啊，他不跑啊。那时候好跟废人一样。什么都不会，跟一个小孩子一样。你要喂饭啊，走路也要陪伴，也要。你要扶他，连上厕所、洗澡都是我在帮他洗。他说我是看护，孩子都不认得，连家人都不认得。然后他想要自己去接小孩，下雨天都没关系，帮我孩子背书包。真的？哎呀，他背得好可爱呀！哎，李老师再见。啊，给爸爸背啊，爸爸帮你背啊。都是这样的。对。可以，那这个要赶快。啊，走。可以开了。会啦，他会开的啦。今天没事。有啊，有千草啊，你要美门要不要喝？好，不要。爸爸是画画很厉害。对。什么、啊？对。爸爸画画很厉害，对。你看，爸爸很会画，画玫瑰花。虽然复原状况良好，但脑中还有一颗动脉瘤，目前必须静养观察，不能做粗重的工作。但京兆却始终对先生不离不弃。你看很多哦，这个以前我老公帮我弄的，对，花粉啊、土啊都是他帮我弄好的，后来我自己种的。啊，这边是细叶兰，我们越南的细叶兰，煮水来喝也是很好，因为天气热，那个可以降火。好，我们就可以用那个，果冻，它叫。港菇生来试的，就是凉拌来试，脚会站不起来的那一种，就是很不舒服的。它会帮你腐通那个钙，它类似那一种螃蟹的脚啊，那个是薄荷，我们可以生吃的薄荷，这个也是对身体很好。我老公对我很好啊，我老公都固定每一年都会给我500块米金，过年都会寄给爸爸妈妈过过年。以前我爸爸吧，他生病，这边药吧，不是，这个是关节还是什么？他就是断了三节，他还没领薪水，他就是跟他朋友借3万块，叫我寄回去给我爸爸治病，我就很感恩他，我就丢不下。在这里要好好照顾他跟两个孩子，我就回越南好了。因为你让我很不舒服，你让我生气了。可是想一想，他是生病人，不能这样子。可是有时候生气，心里会讲出来不好听的。可是想一想，丢不下。楼梯比较那个陡哦，要小心哦。好。要煮的一定要、要挑牌子啊！这是师傅给的，曼德林啊，这算杂牌而已啦。不是杂牌的，是另外。
等等级不够了。哎，等级不够了。哎，我们今天下午茶，我带了铜锣烧。哦，老公喜欢吃的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拢无问哦。你看那心有灵犀一点。到老黑了。我来恁家吗？是啦，你用一个人用就好啊。好好啦，一个人用哦。不是，不是，哎，不是讲斗阵来，哎，叫十七。十七，十七。安尼你莫十七，你去边仔坐，我来。哎，多谢人用到啊。先是咖啡被嫌等级不够，又被挑剔人多嘴杂，但对志工来说，只要能够看到庆昌慢慢恢复健康，就是最大的安慰了。因为他先生哈状况哈很多。他因为您有极重度伤病卡，他因为是脑部伤到有开刀，所以他很多的记忆其实都忘却了。那有时候哈，明明就已经是吃过饭了，他还吵着说要吃饭。那个地上根本没东西，他说我的饭在地上，就趴在地上吃。我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真的不敢出门，因为大家都用那个眼睛不正常来看你。就是你会怕，后来每年事故啊，还是所谓事故、玛丽事故，大家都一拳来安慰我，来叫我站起来，要走出去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就是你要自己的界限，你要自己顾。这嘛条防备的，你修，我拿这回去，修你不要紧，就搞，你刚说好的，我就是搞。属猴的人很聪明，聪明啊，就叫属猴的人。我咧系讲绝大，讲叫我听好啊，就讲我拍卖嘢啦。袂啊，你嘛袂歹啦，人生那有讲一帆风顺的，来来来。虽然庆昌现在目前偶尔还是会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问题，但是真的也进步很多，上下楼出门现在都已经不是问题了，以前是他完全是不能下楼梯的。所以我觉得说，哎，真的很感恩哈，佛菩萨这样，哈帮助这个家庭。啊，食甜甜，互你初缘结甲满心意，哦。啊，食甜食咸，啊做人做事无难，哦，安尼好唔好？祝福。祝福我们全部都有。是的，这吼，你过来五月的第二个礼拜是母亲节，接受他们的行家满天星。母亲节快乐！嗯，谢谢老公，谢谢。安乐，安乐。真的是真是，天生一对嘞吼。他是老婆家的。最少95。哦，好牛！哎，那你就该检讨啊。我等一下要交钱。这个是什么？我来看一下。抽抽。姑姑。都是利息。哇！谢谢，真是这是抽草的，还没给我们抽哟。抽，因为师姑常常来看我们。所以你们两个在旁边坐着什么？抽的，美玲师姑。他们真的是，还又懂事，还又可爱，好优秀，真的，对呀，你老板，彭宇彭校长，哇，上课喽，对呀，我要去亲子成长班，带他们有两年来去上课，对，好了，走。要听话哈，要听师傅师伯的话哈，知道吗？要乖乖听话，跟同学好哈。跟说会社工两个人一起送他们两个到这里，我就回去上班。他们俩留在这里不会不放心哦？不会，我们实际我很放心，别人我就会担心，可是给实际我不会。回娘家，这里是我的娘家。家里的是负担比较多了，回娘家就是有父母就帮我负担，我不用负担，就是这样。这石头呢？这石块怎么办？
像彭宇啊，本来是一个很害羞、内向的一个个性，不太敢表达自己内心想法，就是说他想要说什么，会有一点迟疑的那一种孩子。那现在呢，因为来上亲子成长班啊，那老师有时候就会给他们一些发问的机会啊，这样的一个环境熏陶啊，他就比较敢表达自己内心的一些想要说的话。课本跟三 C 产品、手机等距离要35公分，坐姿要端正。去上亲子成长班的时候，比较交比较多朋友，所以呢，我在学校的时候也可以交比较多朋友，有进步很多了。哇，太阳白色嘞，学到很多知识。真的？那你觉得来这里学到最棒的一件事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帮助别人就是在造福自己。以前在家里的时候很会跟妹妹抢玩具跟打架，但现在上了亲子成长班之后就不会再跟妹妹吵架跟抢东西了。有没有还觉得她很讨厌？没有了。那你现在看她怎么看她的脸？有可爱了。我要去投竹筒。为什么要投竹筒？帮助别人。我希望爸爸身体赶快好。我想要让妈妈越来越漂亮，然后越来越美，然后老的时候还很漂亮。很多的外来的声音都觉得说啊，她长得这么漂亮又这么年轻，那先生现在生病的不能去工作，会不会就把她丢下不管哈？那其实我们也都有跟金照哈，从这个层面去辅导她。她曾经跟我讲说，师姑你放心，我要证明给别人看，我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不会丢弃我的老公，我也不会抛弃我的女儿。面对外界的质疑和委屈，金照选择吞下去，并且消化掉。之所以能做到这种境界，他靠的是刷马桶。还有我个性，你也自己改。以前我都差别别的一个，不高兴了，气你变了。我就过我的，可是现在不行。你要为了这个家，你要吞，你要想办法让那个苦赶快通走。这个打扫就是做福田，我全部都通到那个马桶里面，脏的东西、伤人说的、不好的，全部来做福田，让它通走。昨天没淋湿，姐跟我讲说，你前几天梦到你的妈妈。对。因为很想回去，就会看到他来台湾看我，突然就醒来，哇，没有啊，我妈没有在这啊，就开始哭了，就开始哭了。我说啊，好吧，就是梦中，就是，就是说，哎，你很久没有回去，就给你拥抱妈妈一下，这样子就会想要掉眼泪，对。师姑给你抱抱哈，不要伤心。金照几年没有回去了？11年了。真的看了会很不舍，真的。每逢寒暑假，金照也会带着两个孩子，用感恩的心一起来欢喜付出。那你为什么跑到这里来刷厕所？我要说在这里刷厕所可以结好缘。实际救济我们，我们就。讲明白一点，说没钱可以付出，可是我还可以出力。我是固定每一个礼拜五都会来，因为我从越南借来台湾就一个人，现在我多了很多借人，多了时机来
疼爱我，就是一家人，好像外婆来。我们过不好，可是没有钱而已，可是我们过还比别人快乐。你要这样想，你过不好，你爸爸生病，你妈妈一个人养你们，还要给人家救济，错了，就是我们有这个缘还在一起，你要这样想。还有孩子懂事，教育好，以后我就会有福报了。妈妈，我永远的爱你。哦，妈妈永远也爱你。哦，你老了说我很爱你。我老了，他也很爱我，他不会丢下我了。